我所见到的耶稣是永远的慈爱，是真理生命，是我所望。凡劳苦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会使祢们得安息。只有信主的生命是真正的道路，总是听见圣灵的声音。我永远敬爱耶稣，我永远敬爱耶稣，就像彼得的告白，永远爱耶稣。我永远永远敬爱耶稣，只有这真理才是我们的蒙福。